当音乐一起来的时候，心里又突然想到了那个在市中心的那种紧张的感觉，感觉时空突然回到那个地方。各位老师，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青年男高音歌唱演员，我叫廖佳林，大家多多关照。大家好，我是李琦。
都是回忆里最温暖的画面。我们追着光，也追着心中那片天。不说再见，这一年会再见。简单的拥抱胜过了万语千言，一起努力过就值得纪念。挥挥手道别我的伙伴，不说再见就一定会再见。挥挥手道别我的伙伴，不说再见就一定会再见。不说再见就一定会再见。